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卖箱子要想打架、哦、来啊，来啊！才入伍几天，你们就对自己的同袍逞凶斗狠，那陆战队还期望你们什么？请士官督导长对他们两个人开士官评议会，最重退训。荣誉是我的一切，可是我却因为自己胡乱的行为，全都没了。